大家好，我是 Lucy。 今天我们到西区长桥来钓鱼。今天风平浪静，阳光灿烂，这样180度角度的景色非常的美丽。我们到中间位置去，华人最喜欢的针鱼，每个人可以钓50条。小小的已经上鱼了。这么快就上了一条鱼了，今天来晚了，那个好拍的位置我们没份了，又不太好拍。又上了，有鱼了，你都不看？我在这边嘛，我哪看得过来了？那这条鱼不小了。第二条，上来一点。这样。这个线拿了，这样，然后看看后面有没有人。我位置的过程中上了一条鱼，怎么来坐着钓？啊，你帮我取下来。钓真鱼特别有成就感，不停的上，不停的上，我就让它随波逐流吧。这个就得手拿着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可以躲点阴影。这个看到我带的好呢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你，这个就大了。哦哟，哎，到这里来显摆显摆一下。一条大的，大大的。哦，我的好像。哎呦，我都有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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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哎呦，还有你还要跳到哪里去？不过我的这个好像，哎呦，我的这个大不大了？哎呦，啊，我的这个算不算大？啊，也还是可以，但我这个成功了。晒死了，我们有没有20条了？20条早就够了。20条早就过了，哎呀！哎呀，这个也掉了！哇，又全掉了！咦，我都上了，啊，这有感觉的！哎呦，来了！哦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我这个也来了！哎呀，高潮的时候最好掉了！哦，我的先进来吧，进来先。咦，有一条。摆一摆，显摆显摆，就显摆到海里面去了。今天总体来讲人不多，不是星期六，不是星期天，还是挺好钓鱼的，难得的一个好天气。赶紧显摆显摆，赶紧自己的。又显摆显摆，又上一条，又上一条。多好看呢，真像一面镜子。非常，哎，刚才那个那边到那里去了？他们摩托艇到那里去，那么是玩还是钓鱼了？到这里搞摩托艇都是玩的。都是玩的。这个地方前面水也不深的。我这个才上了呢，啊！摇筷子，稍微摇筷子，这条蛮大。这也不是大，就好，就这样子吧。哦，上了。哎呦，这还没上。西区小桥最好钓鱼的地方，休闲呢，风景又优美啊。哎呀，真的上了！哇，好大！真鱼的头是不能吃的，里面有寄生虫。啊，听了你讲，我才想起，要直接把那个真鱼的头给剪掉。我感觉哪里又中鱼了？
这里，就是这里。我听到杆子响。高潮的人最多，是吧？毕竟在最高潮钓到鱼，你说最高潮根本就没有鱼，根本不能说。那就是说没有我的运气好。对，你收下线，收下线。说明我的运气好，他就知道我今天要来拍视频，所以就鱼就赶快来了。这么说。好，这么快啊坐严的啊，再坐低的啊，再严一点。又是手竿上一条，搞完了竿就挂回去原地，把你拉回来挂塔去。一条超大真鱼，最大的今天。我的也在那里晃了啦，同时上鱼。峰哥，你拍到没有啊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两个。写诗。一人一条。你说没有狗，它就来了吗？还在吧？这条太小了，好小！你那个中鱼，你那个中鱼了。应该有七八十条吧，算了，现在人太多了。我带个冰箱了，就鱼就新鲜。我们就准备收摊了。我们收摊了，回家了，简直不知道谁家里搞装修，的叫。收摊了，人多的不得了了，现在。这里喜欢我的观众，请帮我点赞、转发和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